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节目。今天呢，由我和刘晓光老师为大家讲解第十届无锡微服房开杯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十月九段和姜维杰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盘棋呢是一个这个冠军的争夺战，他们是一个也算快棋，每方一小时的一个赛制。那么两位都是我们现在一线的棋手。对，而且都是世界冠军了，现在已经厉害。年轻厉害。我们现在来欣赏他们的棋局，好吧？这两位呢都是力战型的选手哈。现在棋局啊，大部分都是力战棋的，是吧？都是力战棋的。我下了一个小目。小目。对，然后大飞手脚。是的。然后是分头。这也是常见布局，这都下过多少多少棋？很长时间了。对。黑棋呢现在高挂了一个，高挂没有在这边继续行棋了。对，一般是有角先挂，这也是常规。这个棋呢，它白棋选择是先挂定型。对，他可能想是这你走了再拖。嗯，如果单走呢，可能比如说在这里走完了之后呢，他怕你大飞或者是走什么样啊。那么现在这个都是有的，正常。对，那么这个布局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大家看他是拖一个，对，不理了，那么白棋也脱先了。这个也是一种下法，就打破常规。不是按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定式，那么这是一种各走各的定式了。它是小尖两头不压，这个白棋点三三，对对对对，在这儿小尖你三三，我为了脱先走这个，这是一个大棋。这个布局就看起来是比较契合的下法，双方谁也不示弱，就你下你的，我下我的，是的，都没关系，是，这个，都很自信看起来。那么这个定式的继续是走这个，爬一个，爬一个，搬一个，搬一个，也有说是，比如说断一个，那么白棋长吗？长一个，是吧？他立一个，再走一个，对对，这个是白棋希望走成这样，我觉得走成这样呢，白棋也可以。也不错，也挺好，也挺好，因为它这个位置不错。那么你飘在上面，可能是白棋的理想。那么实战呢，白黑棋是搬的，没有跟他走那个定式。对，直接走的这个。然后白棋打白棋打吃，黑棋粘上。这个棋呢，白棋走的这个，如果你走这个，这个棋是会加一个，这样的白棋并不好。这显然形状不好，很不舒服，形状不好。这个定式是白棋比较麻烦的棋，所以呢，这个爬一个吃掉，跳一个跳出来，对，这个呢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定式的一种，一个下法，定式的一种。所谓定式的一种呢，也属于两分的那种概念，是吧？对，也是一种选择。关键就是黑棋选择这个定式之后，落得先手在那边动手。刘老师在这个角上呢，当然说尖了，点三三以后，他的下法也很多。是。那么究竟在这个时候，黑棋应该选择哪种下法？这个很重要的。对哈。这个就看你的这个要，那个定式，因为你脱先了，应该是个定式是要吃亏的。对。如果走的强一点呢，他你比如说飞在这里也是可以考虑，但是呢，这个担心他冲断。哦，现在白棋立马就冲断。我很担心这个冲断。很担心这个冲断，如果这样，你是长吗？长在这儿，他可能给你作战，大概会这样。这个棋呢，就是说，挺乱的。一般的认为是白棋可战。显然刘老师比较对自己力量非常有自信。这个比较麻烦啊，这个棋就不知道下一步那就要演算了，就很麻烦。对，是的，很麻烦。这个比如说他要飞啊，要挡啊等等，这个棋很复杂。大概有这种下法，如果强是一点的话，飞一个。飞这个。对，如果通常这个也可以考虑。
飞这边，飞这个也可以考虑。对，我觉得这个形状的话，黑棋飞这个，那么普通来说，白棋是应该爬回来。哎，是的。就算不爬这个，你也得爬这个。对对对。反正爬一个。哎。那么黑棋挡下来。对。这个距离不是挺好的吗？是白棋，所以说也可以考虑这样，黑棋也可以考虑这样的走法。是。是吧？也可以考虑这样的下法，一种，哎。没错。但实战呢，我觉得你这两边挡一边呢。这种下法，他实战是走这个了，跳一个，他是希望你走这个，然后我再来，走这个，这是黑棋最希望的。对，哎，这当下不成就下不成了，所以说呢，当白棋走白棋这个时候处理的好，嗯，白棋挤了一个，挤一个特别好，挤一个先挤一个，让你的粘上，如果因为你虎的话，它会搬过，对，搬过是吧？所以你这个只有粘上，然后他再走的这个棋呢，白棋这个处理呢，这个位置非常好。嗯，你这个形状呢，显得有点不是很舒服。没错。哎，你比如说以后搬粘，你粘上我一将，你这个有点团的形状。是的。哎，这是处理这个形状挤一个拆是通常也经常用的一个处理方法。嗯，是比较好的。而且这个挤了之后呢，就是说黑棋这个形状已经被破坏掉了，嗯，将来在底下没有眼，对，所以我很难称之它为后势，我觉得。对，这个形状白棋比较舒展。是的。对对对，而且它这个位置不错，嗯，是吧？还有拆的余地，这个位置很好。对。所以说，我说就要探讨是不是考虑黑棋啊，或者飞这面，或者你走向别的地方，嗯，是吧？所以这个下法我并不赞成黑棋马上这么动。嗯。那么。黑棋先飞一下，把黑棋可能期待这个飞呢，嗯，觉得很严厉。白棋来个迂回的，他就现在不直接搞断，先走下面，先拖过，先拖过。一般是正面不行，都是要走下面。没错，哎，是的，嗯。那么黑棋呢又震过来，再震这个，震这个棋也是一种，或者说他走这个也是瞄着下面有毛的，瞄着下面的毛病。嗯。或者你也有可以这个也方向也可以考虑。先跳一个。哎，先跳。跳的话，白棋会爬过吗？还是考虑？对，有可能走这个，有可能这个，他，啊，有可能转身。嗯。有可能转身，你比如说你挡下来，他再跳一个，这个也可能你变小。是的。哎，很有可能。嗯。所以呢，他这个棋有这种担心呢，啊。嗯。因为它是挤过了，你再跳吃的小了，它跳这个，嗯，这样呢走这个呢，白棋这一招棋啊，好棋，飞一个，飞一个好棋，因为你下一步跳，那就不得了哈，哦，这个飞一个，这个破坏你的形状，你如果直接走，它搬一个，这个黑棋不知道怎么赢，这不好搬了，哎，这接下来你这个段肯定不行，人冲过来了，对，这接下来这底下这几个这不可以，这不可以，差不多了都，是的，嗯。假如你那怎么办？那接上吗？接上这个被打出来了，你这个卖不卖？这个打吃卖不卖？这个很痛苦，实在是不想打。你打了我粘上。嗯。对。如果说把这个打掉的话，那白棋已经成功了。那他可以跑这个。是啊。嗯，这不可以。这不好。这个可不可以？这个。这不好。这个就这个黑棋就坏了。嗯。所以说这个棋他靠是不可以。嗯。正面被他一扳呢，他不知道怎么硬了。嗯。那么正面不行，刚才说他就干脆先来这个损这个，套一个，这为了因为没办法，损掉，这也是很痛的，但是没有办法的情况。因为这个下法呢，已经让白棋彻底的活干净了，这是很不愿意。因为这个送一颗子是不肯的。对。一般是这么送完之后让你得眼位，我是不得已，因为靠不上，所以才送你一个。那么走了这个之后，下面关键是黑棋他想下面走，他如果粘上，那白棋太高。白棋可能加一个，哦，加一个，哎，您这个更好。这个呢，就是白棋希望的，嗯，哎，觉得你这个也没走，大概黑棋再转走他方，大概这也是一种，但是呢，就可能黑棋心里不甘心呢，对，好像觉得那个局部已经亏了，对，所以呢，这个是要出手，嗯，怎么出手？那下面就是我们看实战，他搬这个，搬这个，对，这个棋单加，嗯，可能更有弹性，更好。黑棋顶一个，等一个，他走，门柱，冲，直接冲断，这个够狠。如果你只是这么吃，他就跑回来，你再走，他这儿有个冲断，你也不肯。对，就算你加一个吧。哎，对，这个冲的，这个冲的受不了，这招棋受不了。
所以呢干脆冲断直接来啊。嗯，那么就大家这个就拼硬攻了，这就是真正的短兵相接的战斗，挡住，因为这个不挡是不行的，这一跳这就要命了啊，这个是必须的。下面呢这个焦点就是这个断完之后的一个对攻，这个肯定是要断的，毫无疑问。对，就关键看断完了之后黑棋有一些什么样的走法。是，假如说他能把这两个子吃掉，或者是这两三个子吃掉，那黑棋当然好，当然可以。是，这个时候如果松了气，如果走这个，他这直接就一步杀，就把你杀了。你这一团他一立，这就一步杀。所以呢，不要松气。不要松气呢，这就看怎么样走了。你都不能松气，你走任何地方，他就一立就完了。对，是的。那么就不能松气是必然是这一个。搬一个。搬一个，不能松气。对，下面就是可有讲究了。嗯。不知道怎么走了。假如说接上的话，嗯，好像也不太行。白棋就长一个，对，长可以，长一个，这不要乱搬，因为这个现在搬的话，这底下就差一气。就是就长就一下就解决你，你走这个他就把这个吃掉就可以了。比如说先冲一下再吃掉，嗯，就没什么便宜。下面那你又再走什么呢？黑棋他单跳了一个。单跳，嗯，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嗯，常见的手段，单跳非常常见。如果你只是这么俗手哈，这么度过，假如这么度过而已，如果只是这样打吃沾上，如果只是这样，那但是这个冲啊也是局面不行的。你这虽然回家，但那个一下子稀里哗啦就麻烦了，这个棋就不能看。而且这整体来说黑棋没得几目棋。对，那个这个是不能考虑。下面那就是说，看看这个是对杀，是很有意思。单跳是常见手段。嗯，首先你不能借力，不是，首先呢就是说你走什么呢？他实战也是这样啊。对，他是走的这个。你因为这个地方走不了。他现在走这个的话，是不是会遭到黑棋搬硬？对。哦，这样的话。这块因为这个气呢，因为有了他的交换，有了他的交换，你紧不上气了。嗯。是吧？是的，紧不上气，那么黑白棋也就硬来着冲一个。对，得想点办法，这收气不能出错。是、嗯、接上。对，搬。对，这个戏不能长啊，长啊不，如果长，它可能会是这样。对，对，这个你白棋你这扭着过来，左冲右撞，黑棋还算行。嗯，它是搬的，搬一个。搬一个好。搬一个就有变数。对。搬一个有意思。如果说黑棋现在再挡走这个，那现在搬不住了。对，他就是为了这个，这个打掉了。哦，这个啊、嗯，这不行。这个，不可以。嗯，对吧？所以呢，黑棋挡不住他。挡不住，现在只能先压一个。他是压了一个，他粘上，然后呢，这个还不能挡啊，这个不能挡。如果挡，这个有个争子。争死了这儿。哎，有个争子，对。对，这争死了。对，正好在这个地方争死，是、嗯、吧？这个棋呢，我自己的研究啊，我觉得这个棋就在这个时候的关键啊。你搬的时候，嗯，搬的时候，这个棋，我认为这个棋不要去压、嗯、单断，是不是可以考虑？哦，单断这个。对。那白棋只能打吃。是，然后再叫吃这个。哦，还有这样的手法。叫吃这个呢，或者是直接这个也可以。哦、这个很厉害。因为你粘上我一长啊，你已经气不够了，你必然是气，对不对？你大概会这样。这个呢，我先气在这个多打一个，多打一个。打这个的时候，白棋大概要粘上吧？对，不走的话会打劫。如果你在这儿跑，我会提劫。嗯。这样呢，就变数大。这个恐怕这个劫黑棋可以干，可以战斗。那黑棋白棋能不能打、这个、如果这个对他提，那这转换是这个棋这个不能转换，这不能转换是吧？这个棋呢是黑棋快一棋，嗯，是的。这个你只是提这个，把这个给吃掉是得不偿失，有点、嗯、这个不行，嗯嗯。所以呢，这个打一个可以考虑、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单打？哎，对，这个好棋。哎，这样的话是黑棋一个，值得探讨的机会。嗯嗯，这个跟实战比起来，如果粘白棋粘上，那么我就可以来个俗手、哦。这个就不行了，这
白棋跟像刚才比起来，现在打了对，如果这个我这两个交换了，嗯，你打我可以团，打了跑掉了，而争不掉了，因为这他两个交换了一手之后呢，嗯，你这个争子变得不行了，没错，你只有一条路，嗯，那么就是从这条路走了，那我只能这样想，对，这个很痛苦，逼得你只能走那条路，嗯，那么这样的话，我认为要大大的要好于实战，只能这样，只能好，这个非常好于实战，嗯，是的，你只能这样。然后黑棋在中这边挂，这样呢，我觉得这个黑棋的整体形状那就比较可观。嗯，是的。所以这个棋差一个，这个还是差不少。哦。嗯，我觉得这样黑棋是否可以这么来拼一下，是吧？嗯。那么实战它不是这样走的。他没有选择这个变化。哎，对。哎，他没有去断，而是单压的。当冲的时候，这样这样的棋，当这样的棋，它是单压，我就觉得这个，嗯，为什么不断一个再压？它单压了之后被粘上之后呢，你这个不能成立了，因为有争子，嗯，你只能这个。然后呢，这就是实战，冲扳住，然后白棋把它对把它吃掉，吃掉。对，那么走了这个之后呢，它也来不及这个，这个太大了，是吧？这个太大了，对，挂这个，对。这招棋太大，因为你走那个被他中间分一个相当大，这个要抢的。黑棋没有功夫占那个。对，这个被冲一下也很难过，是的，相当难过。这太痛了，本来是一个跳的形状，对，自己连的好好的，这个，相这气了一个，那个被他冲出来了，他没有把走完，嗯，让白棋这么冲一下，有点这个形状不好，是的，形状不好。只能长，这个长是不是干脆就交换掉吧？没有保留的，就算了吧。算了，我觉得应该你要长就再长也可以。嗯，应该这样，他没有保留这个之后被他加一个呢，就来不及了。你现在再走的话，人家肯定顺手先对这个受不了，这个可受不了，这个一打，这个受不了，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加一个是好时机。你很难过，嗯，因为你走这个反击也不可以，这个被他一粘上，这个也麻烦，嗯，哎，这现在黑棋这块棋等于说要跑孤棋，所以呢，这个棋你单粘也不行，单粘的话，这个以后被他贴一个也很难过，对，在虎等于说人家走了，这走很厚，这招棋变得很大了，所以这个棋又去粘上，我觉得这个就交换掉，交换掉之后呢，再加就不行了。那人家是胡说。对，如果你再走这个，他把这个冲掉了。嗯。哎，这个都来不及了。是 的， 是的。所以这个没有必要保留。嗯。嗯。这个走了之后，这是我的又提出了疑问。啊，这佳薇姐站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他会不会心情很恶劣，因为本来是下不成这个样子的，是胡掉的话。对。但你现在那一家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你被他这个时机没有为了保留，而让创造了一个白棋的加一个。是好时机，嗯，这个并不合算，嗯，那么被他走上这个之后，他在这个方向走一个好棋，因为这个是正好是，你想你如果走别的，被他这一走非常大，嗯，是吧？是的，这也明显的，而且你有了这一步走呢，你来吃他是也不可能，没错，吃不掉，嗯。而且我们看到白棋有了这两个交换之后，其实以后有可能这个断点是存在的。对啊，这个棋从这个说走这个也可以，走这个也可以，他的选择很多。他先刺你两下，让你接过去就行。不管怎么说，这招棋成立了之后相当好。对，是的。便宜了，嗯，哎，现实得到。那么现在他是飞一个。他也不肯在这儿硬，他觉得被白棋白便宜了。这个棋，我觉得这个时候走这面呢，我自己觉得，主线条应该还是没有办法，或者往这一类的再走走。那走这个呢，被白棋继续走这个，然后黑棋再转向实控。嗯。白棋走这个，啊。总的来说，如果白棋这块棋能顺利处理的话，应该它还是便宜了。嗯，对，是的。本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弃子啊，黑棋有机会，能够长大势。如果只是这样被便宜的，如果走成这样是不便宜的。没错，因为白棋的实地啊，我们刚才看到，因为他在这一带20多目是一点都不少的，然后再加这块空，那么黑棋全盘的实地，我们能看到的这块的话，已经被人家这里下了两手棋了。是。那显然这个实控上是肯定不容乐观。实控不乐观。嗯。
黑棋要想点办法，他在这儿黑棋这个掉一个，嗯，这个掉呢，我有点用。我说这个时候如果冲断会怎么样呢？冲断是不是个机会呢？我当时是这么想。嗯，我早先就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当这边白棋都没有子，只有星位接应的时候，冲断的时候，白棋是白棋必然是外面啊，就外面必然是外面。嗯，那当然这手棋就不会再走了。对对对对对，有了这个，所以有了这时候我冲你的冲断的是个哎，因为你有了子我才会冲断，没有子我必然是你会吃外面的。现在呢，这个就是你说吃外面，那你这个我这个时机也被吃两个还是不行？挺大的，哎，这目数。假如你粘上，我会尝一个。尝一个白棋跳，这个外面要先交换一下。如果你交换，我假如说交换吧，这交换我也不知道便不便宜，因为有可能是长的。对，如果你这个啊，那但是呢，我这个棋可以外慢一点，这个棋本身你不活，已经好像这气不够了，那你这个就亏了。对啊，是吧？嗯，这个棋本身这个杀气白棋是杀不过黑棋的。嗯，可以快一气。那就是说冲断的时候白棋只能打外面，要不然被长不住。所以说我说这如果争成功。嗯，假如说你尝是来不及，尝我点了，对，尝已经被点死了，搬呢又不敢搬了。你如果这么做活的话，那么被我飞出来，你这个棋就杀不掉了。哎，不行。嗯、那么如果又尝不行被点死，如果你搬走的话，被我这一搬，你非常难过，你就来不及了。对，你如果这样，那我就气死了。嗯，是的，这个是不完全不可以，气了这就完了。掉了哎，如果你只是猴，那么我在这个地方靠一个。这个棋，嗯，黑棋不好办，哎，所以说我说这个时候冲断是否也可以考虑是个时机，嗯，哎，不要去上面掉一个，没错，哎，这个我也这个提出来这个疑问啊，先冲断，先冲断，哎，这个时候可以考虑时机，它是掉的，嗯、那么好，白棋搬一个，先搬一个，这个时候也是时机，嗯，因为你不能走这个，走这个背的我跑出来不得了，对，这个黑棋受不了，哎，了这个。作战那你两头都不对，哎、嗯，你只能补，是吧？是的，只能补，哎，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再回跳回来，哎，这时候什么时候冲啊？都是粘里头了。啊、哦，是的，嗯，下面就是说，这个棋啊是白黑棋又转向空了。这看起来好像黑棋虽然在这儿吊着了一下，但是他还是不知道接下来这个棋局啊应该从何着手，啊，他好像比较困难，就觉得这个棋不知道应该怎么下了。啊，是有这种感觉。对这个棋呢，我觉得这么又转向实控呢，嗯、这个不够狠。那么冲断呢，正好是一个捞实控的机会。现在再转向实控呢，白棋飞一个也算好棋。对，也算好棋，因为你冲断呢，飞的情况前提下你不能冲断我。嗯。哎，冲断因为我这个比较强，比如说冲断，你可能作战呢不见得能够合算。对，他往前走吧，往前走，你不见得能行。这黑棋就算是两个人都跑出去的话，哎、也没有所得呀。对，不见得行，所以呢，我就飞一个，嗯、飞一个，你这个是不肯的，是吧？这是不肯的。是的。这样尖我压一个也不肯，所以他跳一个，实战。哦。贴下来，也破空。黑棋一个。是的。这么这个比较强，嗯，因为它这个强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面子多，你搬了我就断、嗯、没有关系。哎，黑棋那下得很简明，它就这么长。但是这个吃、啊、实战就是这么吃掉，嗯，这么比较稳当的吃掉，我觉得是不是吃掉好？哎，这个吃掉啊，嗯，不算大，我觉得不算大。对啊，而且下了一个后手，他现在不算太大，嗯。嗯，现在又轮到白棋下了，白棋下对，那这个实控如果说黑棋这样吃掉这个星位的子，会不会追回来一点呢？有限。现在这个如果正常的收目的话，嗯，不见得便宜。哎，现在可能是白棋会稍好点。哦，哎，白棋把这个补了，因为不走呢，如果你走别的，被他跳一个也不小。对，挺大的，跳确实、哎。所以飞这个，嗯，哎。实战就是这么下，嗯，没错，哎、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呢，接下来的题目就是这边的白棋的后势，他要怎么清消它？如果被白棋围到，大概是围到这线，我觉得白棋已经足够了。白棋实控还是不错，是的，是的，实控不错，嗯，没错。那么下成这样之后，接下来这个黑棋中央怎么去消它？
这个子，或者说如果说他要跑的话，他要怎么跑呢？接下来中央是一个决战胜负的沙场啊。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第十届无锡微服房开杯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决赛，由姜维杰对阵十月的对局。那么这盘棋呢，跟刘老师刚才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白棋刚刚在这儿飞了一个啊。那刘老师，您看这盘棋之前是不是觉得白棋下的比较顺利一些呢？是的，白棋这个让黑棋啊进攻不得法。相反黑棋呢，这个这面开始进攻没占到便宜。对，是的。然后呢，白棋呢失控不少。确实。中间加一个也成立。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有严厉的手段没走成。现在就是白棋它顺利的正常进行了，贴木黑棋有点困难。哦，是这样。贴木，我们这个是多贴七木半的。贴木负担很重，你要有七木半的优势，你才能够论胜负。是的，那刚才呢，刘老师就一直建议这个白棋加之前啊，黑棋要把这个先糊掉。对对对对对。就现在看这个加着以后，确实中央的厚薄就差距很大。是的，是的。就看起来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就是因为黑棋没有交换这个次序。对。结果呢，就变成人家加着一下，然后你粘上之后呢？粘在这儿便宜了。对，接下来白棋这一带啊都有先手的一窝，是这棋就差多了，对，不是差一点的问题，是是是是，黑棋这个没有交换，他这个本来交换掉算了，他可能财迷这个以后搬呢，这个挡可能是这样，特别要注重这个，实际上当时没注意白棋被这个加一个那么严厉，这个被他便宜了，便宜了。其实姜维杰和十月这两位棋手呢都是比较擅长于吃别人的棋的啊。我觉得可能十月更擅长一些吧，因为他现在等级分排名第一，而且再加上这个场均一条龙嘛，这个外号不是白起的。当然姜维杰的力量也非常的大，可能他觉得现在棋局呢还早，就是说这个子要看中央的胜负，当然这个可能是决定胜负的地方，之前呢确实是白棋下的比较好一些。对，现在这个白棋飞了之后啊，我认为这个棋呢，虽然是这个时控上黑棋白棋啊要拼时控不差，没错，但是呢这个棋黑棋不能着急，不能着急，这个棋呢有一个关键的点它必须走，我认为是这招棋呢这个时候黑棋必须要走在这里，哦，跳一个，必须要走，这招棋太关键，哦，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哦，这招棋走了之后呢，首先我保证我自己加强了，我棋我下步这招棋也变得大，其二我呢自身强了之后看你怎么来补，先不着破你的空，你补呢，如果邱老师你补一个，你补一招棋，刘老师我就下这儿吧，补在这儿我再走在这儿，您真好是吧，对，这个我再来削你，削你的时候我瞄着你的这个弱点，这地方其实白棋没有连好，对呀，这个棋你如果再来围，那么我这个棋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会很难过，我挺头痛的，我不知道，我大概只能下在这一类的，那么我还有个几段，对，我要这样走是不是我就机会来了，依然我在这搬一个，马上这里还有，没错，是吧，这样呢我认为这样的胜负就比如说这个再掉一掉给他威胁挡住，没关系，只能这样，对对对对，给你威胁，这都是先手是吧，我再有可能是出击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木啊，其实并不是围给你围，这样的胜负就难说，让人家围起来，这样的话你看是不是就我有这个有这个几段，这样呢就可以，大家熟熟木的话这个棋啊，就有的拼，或者说这棋我还慢一点我先走在这里也不小，先要挟一下白棋，对，也很大，问你一下你这棋先摆出两个眼来，因为你要是脱先本身它没活，我就爬一个尖一个，这个棋你就没活，是的，这个棋白棋没活，所以这招棋也是很大，也很大，所以这样的黑棋稳住慢慢收控的话这胜负啊很难说，没错，有没难说的棋，
那么这个棋，我说这招棋，所以说是特别关键。嗯、哎，这招棋就是说把你这个家呢作用再给抵消掉。对。哎，把你这个抵消掉，哎，这个抵消掉是特别重要。哎，因为这个家是下一步很明显这个尖。嗯，对，所以这个形势不好的时候，先自己要稳一点，不要着急。对，这个、一着急棋局可能就对下就不行了。对、啊，我是说你要不走的话，如果走在这面，我还要比较厉害的什么呢？这中央的棋，我甚至觉得这么都有可能，或者是在这瞄一点、嗯、这个地方，这有搬出来，非常大，非常大。嗯，哎、这非常大。而且直接这种搬出来，这种都是都要小心，搬出来都要小心，是不是、啊？因为有了这个子的接应的话、哎，黑棋就好多了。对对对，嗯、这个都要小心，搬直接搬都有小心。搬的话，白棋大概只能断掉吧。哎，对，这一个长或者压过来啊，压过来。这个都要小心点，小心点、嗯。哎，这个长一个吧，长一个可能会比较那个弹性足一点。嗯，这个棋就黑棋拼命的话。黑棋你说白棋一定吃掉我，这个都很难说。这个就要看力量了。哎，比如说白棋接下来，比如小尖之类的。哦，这个棋我往外走走，这冲一个都很难说，是吧？啊、冲这个。对。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是先手的。哎，对对对，这个。那您走到这儿，我已经罩不住您了。所以这样的棋就是黑棋必须先稳一档。嗯。你如果。抢官子，你要守逼着你守控，嗯，守控的话，我再来看看怎么来削你，嗯，可以强一点，嗯，所以这个是关键，是的，黑走这个是胜负的关键，嗯，这个先把自己补后了，补后了还是对，必须要这样补后，不走那个棋的话，你这个棋，甚至我这个棋都很想。很想或者是，再走，但是还是这个是先跳一个，跳一个是最关键，跳一个好吧？对，有的时候需要先把自己的脚跟站稳，把拳头先缩回来，一会儿才能打得更远。对，你要直接打出去呢，因为没有后劲儿，所以打不了多远，而且这拳头呢，对，使不出劲儿。这黑棋有60目以上，这个然后你，出击这个呢，这是争胜负最好的是。最好的手段，嗯，甚至我自己觉得这个棋可能是白棋走这个是比较好的，我认为啊，不要去走那个小尖一个，对对对。那如果小尖这个的话，黑棋是不是现在就要跳过来了？哎，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嗯、这个关键，不说断了，断有可能成立，断都有可能成立、嗯，即使不断的话，我哪怕就走走这个也可以。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我觉得您断了，已经好像断都有可能对了成功。这个为什么不走这个？嗯、这个棋，而且先走几招，马上嗯瞄着这个断、嗯，马上断是不是就可以？对，我觉得您马上断，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他只能打吃，白棋长出来。可能对对对。他再长一个的话，因为这个长几乎是现在已经打死了，这黑棋只能先把这个接掉。对对对，那接掉的话已经很头痛了。这一长，这几个子要掉了。这个棋还真的是不知道走什么，我估计是，这个吧。接上。对对对对，这一类的可能冲过来，也可能是这一类的啊。目前来说啊，长一个。你不断我，闪开了。我断您觉得不行，所以我就不断。那个之前，这也死了黑棋啊，不是那个。也要那个什么，嗯，也要想想办法。对，然后走这个。这个都不见得行。嗯那不见得行。这个棋是具体要走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啊，这样，嗯、这个可能还得粘上，好像。粘回去。粘回，但是这个搬一个也不行。这搬出来太愉快了。是是是。嗯。你可能断的时候，他先骑在那边走一个也可能，嗯，也可能先冲一个，啊，这个比较复杂了啊。是的，嗯。总而言之，觉得中央这步棋非常巨大。嗯、对对对对对对。现在相对于后薄来说，中央谁走一个就是谁的后势。对，这太重要了。这个棋不管怎么说是要、白棋要走这个，走这个时候，我认为是白棋很好。对，假如说走这个，黑棋怕这个断的话，那黑棋只能补一个。那这个配不太下还受不了，对，依然受不了。大概这个，那我再走这个不就一样吗？
那就很愉快，也可能走这个了，嗯，是吧？假如说下成这样的话，这个黑棋中间能跑掉的概率好像很小，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怎么觉得这样是还是这样白棋就不错了，嗯，是吧？收入控就行啊，是的，哎，这样很好的棋啊，很好的棋啊，嗯，这个棋，比如说这个本身也大，这是刺尖的，这尖有先手味道，是的，是吧？嗯，哎，这个棋为什么不走这个？他走在这儿。那个黑棋为什么不抢这个要点？这个值得探讨，应该问问他们本人啊。来，这下面就是这个，后面就是被他抢着这个，我觉得实在是不可理解。嗯，这快棋。快棋啊，快棋。他们这个一小时后面就判断不行，他就是后面没有时间来那个什么计算了，哎。下面黑棋没有走这个，那或者是你这个棋啊，它是没有走那个，你哪怕是往中央走走也可以考虑。这么马上要扳断，对，啊，他觉得他应该利用白棋这一带的毛病。我觉得这个扳断也相当厉害啊。嗯，你大概补一个，这样我可能长在这儿，也可以考虑这个棋，也可以考虑这个棋。没错。这样呢，这边有这个点，这是黑棋也是一个。下法啊，总之就是黑棋要把中间这一带要加厚，对，要加厚，对，这个必须要走。嗯，我这个不明白，这个不明白，哎，实战黑棋大跳了一个，在这个棋我凑黑棋尖，这个我就搞不懂了。嗯，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被这么好的点给白棋，本身他就要走，你还去往他这个地方走，嗯，不理解。这个棋我认为是这么一走，这个棋不好办。嗯，这个不好办。首先这两个子的回家的路呢已经看不见了。你在它这么厚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在它拼命想掏出来？为什么在它厚的地方走棋？他想要把那个空全给破掉。不理解这个，不理解这个。我觉得这年轻人呢，啊，这个一把蛮力的去拖，喜欢什么都是用力量。但这个时候就不在时候，不在他的这个，合适的时机。对，这个一走呢，这个棋就不好办了。这确实是处于挨打的局面。你不说断，哪怕我跳一跳先手。对啊。这个棋不好办。你那个这个棋呢，你还得去补这个。嗯。要点失去，你而且你除非必须要破掉这次空，而且要走活，太重了，你不管在什么别的地方走都行，你把这个子要弃掉，它都那么多子了，那么走了一圈了，你去再走这个棋，我不明白这个棋呢怎么办。黑棋很无奈的先补一个这个，然后被人家一虎，这被打上去实在是受不了，他这块棋也不行，还是只有一只眼。如果点这个，他可能就这一下他先把你杀过去，这个受不了，这个受不了，你这个如果这样，他就把这个提了。对啊，你打吃他就算粘上，你把这个吃了，他这个单也受不了。哎，这块棋也完了，这个不行，这个也没办法，不成为其转换，他可能更狠的这个，是吧？这个简直是要把这儿全吃了，是吧？这个点也来不及。如果你当然你点着再长，当然是更好了哈。嗯，这棋是最佳，好吧？这个就还能够说对，但是你点不着。嗯，你只能搬了长，不可考虑。对，这样，这个不成。对，好歹这个黑棋补一个，补到这儿了之后，这块棋算是安定了，因为这里有一只眼嘛。对。但是呢，接下来这中间两个子怎么办呢？怎么交代？那刚才呢，刘老师一直强调黑棋没点着一下，但是白棋现在不给你机会点了。他可能期待你走这个，他点一个。他点一下。对对对。多半得接上。对，那么他再往前进也行。一飞。之类的，这样的话能够逃出这个空破了，对，那他有所得，这样当然可以，这样如果这样，我觉得，就算成功嘛，你大概是这样，比如说这样，你尝一尝，那他靠出来，哦，那他这样是黑棋希望嘛，啊，一路顺下去，反正连着你都带着，把你的空彻底破了，可能也着急。因为这个现在形势不是很好，但是你如果跳了，我觉得不是想象那么不好。嗯，有的拼，
这样呢，你一着急呢，适得其反，反而这个棋啊，我认为黑棋、白棋的目标明确了，他只要抓你这一块，你这个棋啊，只要把你这块抓住，这个棋就别的关子都不用考虑了，那就。因为这个，我觉得你的活动空间很小。对。这个棋他怕这个为了防你点我这个好棋，我跳一个。嗯。因为你再点呢，我这个就走这个了。是的，是的。是吧？嗯。这个你还必须抢这个。嗯。这个比较麻烦。那现在刘老师他能不能考虑靠这个呢？如果靠这个啊，好。假如说断怎么样？啊，这个。那边有没有路啊？大概可能是不是打一个？啊，接上。对。这个、然后再打，对，那肯定得接住，不接住的话，这前功尽弃了。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哦，这样好像还是跑不掉。全部要吃你，还是跑不掉。路数是不是窄啊？这个有可能不活，有可能不活。哎，你好像活不掉。好像那假如说小尖，他就补一个呗。啊、补一个。那、哎、连不回去了，只能是跳刺。这个他可能冲这个，嗯、可能是这样，哎。接上吗？接上的话，这好像已经没路了。再冲他走这个。嗯。这里面，在这里折腾很累，纠缠不出什么东西。八成是要死，八成要死，很难看到活的希望。是的。这个地方怎么会在后的地方去走这个？我不理解。这个姜维杰怎么会这样下？姜维杰可能自恃力量很大，姜维杰力量是大，对，但是这个我不理解，再大也不合其理。嗯，不能这样想。这个我认为他不合其理。嗯，这个姜维杰这下的不对，嗯、这可能用他下的快棋把这个吃棋的习惯呢、啊，对，这个表露出来。快棋最能显示一个棋手的本性的东西，嗯，是就是秉性的东西，很快就。就不自觉的就出现了，对，哎，因为他没时间想嘛，他肯定是按照他的惯性使然，惯性，他最熟练的东西就体现出来了，他觉得最习惯的就用上了，他这个棋呢用的不对，这个棋不像这个所谓世界观，不像这不像，嗯，那这个棋下的不对，在这个方向走棋，这属于他，这可能是他不发挥的，不发挥的地方，他去走在这儿，这个棋不行。这个棋被这一照啊，这个棋你看，路数太窄，你就子力，你看白棋那么多，你黑棋那么多，你去折腾吧，就比较累了，那怎么办呢？黑棋现在横靠了一个，横靠这儿，你方向不一，你走这个，它可能就把这封口了，长它就粘上。这好像看不到路。你这个在它墙上撞是最忌讳，所以先要在这面，从这儿走，是吧？对，往那儿走，先横靠一个。哎，对，做活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找头绪。对，我们一般都想着挨着人家棋子走，这样容易做出眼来，好歹能利用人家一点东西，就能利用一点东西。要不然一个人在中间搭眼，你且搭呢？试过的，这中间最少得十步棋才能搭出两只眼，就是两只完整的眼。这十步棋要自己一个人搭的话，得多辛苦啊！对，它长一个，长一个，长一个，这个被它长在这儿。嗯。或者这个棋虎在这儿呢，也许弹性好一点，但是也路也比较窄。虎在这儿的话，白棋大概长一个。长一个，这样呢，你就可以顽强一下嘛。比如说这样，长一个，可以这样，这样呢，就说路贴过来，那他这个眼型不是好一点？嗯，看起来好像前路稍微有希望一些。前途像是要有点希望，这个呢可以考虑一下哈、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呢我也不看好黑棋。那对，比如说白棋可以粘在这儿或者是贴在这儿之类的啊，是，反正他就考虑先啊、那这边比如说他往这个地方走马眼呗，马眼这个眼位他尽量的这样，这个吗？那他打吃啊，打吃，那不是这就眼位好一点啊，这看着好像在这个方向，在这个方向不是还有生存空间大一点吗？这样空间大，这个走走说不定活了。这样好像有一只眼。对啊，他在这儿走走，这个眼这儿马上也要眼，这中间你还有那个什么？那我刚才改一个，我就粘上吧。粘上啊，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好一点？是，那这个他这个也有可能，这个眼它是存在的，这一冲先手走这个就有可能活。
对，啊，这样就像那么活棋的样子，啊，没有虎，没有虎啊，嗯，他不管怎么往这个方向，当然黑棋也白棋不会那么轻易让他那个什么，他如果吃不掉呢，他可能你比如虎的，也许他可能粘一个，哦，啊，也许你走这个他要走这个贴过来，也有可能，反正那边也是没路，是吧？哎，对，嗯，也有可能那边呢，您拐。即使让您这儿断开，我这儿还能连回去。哎，对对，没关系。对，是的。这也许有这种拼的可能。嗯。哎，它是长的，那么它就抢这个位置。白棋长一点。哎，抢这个位置挺重要。嗯。它。黑棋贴。对。在这儿。贴这个啊，回头是岸，行不行？点一个啊，这儿要拐出来，这个点一个会不会那个什么呢？那白棋要冲吗？哎，对，冲一个，应该冲一个。啊，哎，冲一个，他大概这个吧。那就把这个啃啃吧，就算了。啃不啃不知道。那你这个已经失败了。失败是在所难免。这样再拼，也再拼一拼，嗯，是吧？对，再拼一拼。那么，那要么你还敢沾这个吗？沾这个，他有可能封口。是的，是的。哎，有可能这样，是吧？有可能给你全杀，圈进去，再走它粘上了。对，嗯。那么他走这个，好，这个棋呢，他就来真的是封住，切过来，切过来，硬杀，嗯，硬杀。嗯，哎，我想对于十月来说，这硬杀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事儿，这个，因为他基本上每盘棋都敢硬杀，这个棋我都敢，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太厚了。是的，是吧？他吃，哎，他尝一个，对，是吧？这个因为你的路数我现在都连起来了，连起来之后都变强了。嗯，原来我没连起来，这个地方刚才都有扳断。对，而现在你断都没用了，我一盘棋连起来就不存在这个断的问题了。没错。嗯，那么黑棋呢想要做这只眼呢还得再加一个，哎，如果说你想要最坚实的做一只眼的方法是这样，这只眼是你的了，但是第二只眼在哪儿呢？如果说这样的话还是不安全，因为有两个恰三个恰点嘛，对对对，人家真的要吃硬杀你的时候，人家恰你瞄一瞄你可能都不见得活。对啊，是的，瞄一瞄你啊，嗯，你这个还没活，这基本上还是不活。这个你在这边做活做这个，嗯，他这几个还没活。是的，哎，所以说黑棋呢大概是必须要利用白棋这边的弱点再想点办法，但是很糟糕的是人家这儿都连过来了，这连过来了你怎么还去利用人家的弱点做眼呢？这就比较头疼。比如说是下这个，哎，这个至少是哎有的拼，这个可以，哎，这个至少是一个那个方向，他可能，嗯，否则被冲断了他可能补一个顶住，哎，顶一个，哎，但是我接下来也没有先手了呀，那再走就，哎，怎么办呢？这跳一个，跳他可能把上面破了，你就扎一个还是？哎，那可以，可以吧？扎这个是吧？也可以，嗯。这样好像还是看不到第二只眼。对，他就拼命。他即使能划掉，反正他就划上一条道，我就是想吃你。对对，这对他没什么好商量了。嗯，要可能就要动手了。嗯，嗯，这个第二只眼就累了。那看起来不太容易做出来。累了，他就反正你走这个，他就点进来。嗯，好像没有两只眼，对，是吧？是的，好像而且他提掉的话，就刚才刘老师说这个问题还是存在，还是有这个恰假眼的问题，嗯，还不是真眼呢，现在，嗯，对，他最多也就是这个团掉能团到一下，那团到一下，它里面反正白棋就一门心思就杀了你了，他这个太厚了，他都要把他的厚啊，运用到这个棋的发挥了，他的厚发挥了。后是不是拿来成控的，是拿来吃棋的。后是那威胁对方是最佳。是的。如果他控后了半天只是成控，你的效率就不高了。对。这是围棋的是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啊。嗯。后是要拿来吃棋或者是威胁对方是最佳。这个发挥后势。那么现在呢他这个后势他就拼命一条路了啊。他实战呢我们看看实战啊。这棋呢，这个棋是这样的棋，对，是的，这个是，哎，是必须的，应该是，嗯嗯，实战呢，黑棋虎在这儿，虎在这儿，他就要这个，对，要给你打劫，嗯，这个劫当然是，如果打劫嘛，他中间
这都是自有劫财，但是白棋的不给他打劫，劫伤，劫伤是吧？省得你在惦记我打劫的时候，我不给你留打劫。对，他说你这个眼虽然做起来了，但是这个眼不是眼，其实白棋跑出来也可以吧？跑出来他倒是有点可能，他还有点看不清，哎，对对对，有点那个什么。那这个棋呢？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棋？断一个是先手，我只能打掉。对。然后再跳一个吧。对对对对对，这样呢，它中间有一些这个可以纠结、纠缠一下是吧？纠缠的眼位，眼位看看在哪里。您这个接是先手，也可以利用这个虎了团，是不是还可以尖一个？这个中间，比如说给你来点那个什么。这个敢不敢让放下来？因为这个地方紧着气，这样的话，这样的找眼位，这是可以考虑的，是吧？那么实战呢？十月下得很清楚，他根本就不给你这种机会，他就搬一个，搬一个给提掉，然后他顶啊，再提掉，对，一长。黑棋长的时候呢，白棋就牢牢的粘上。这个是眼，这个不是眼。对，是的。他是居然就把这个就连上了。他连上了。本来还想这个呢，我还想这个比较方便吧。其实都可以吧。这个可以吧？他居然连。连的已经很清楚了。啊，我觉得这个应该。黑棋靠。啊。这个。顶一个。哦，这样反正两个眼实在是看不出来了。是的。我们看不出来，他这个。长一个。他这个断一个。对，他断一个，他跳一个，因为这个地方是没有用的。你在这个地方啊，你搬的话，他就叫吃啊。这个没有眼，已经断掉了。对，这个这面呢也是没有，因为这个是一个是一个那个有一个软的地方，它就冲不断。没错，有个接不归的，所以这个都是连为一体，你只有一个眼，这个眼是假眼，假眼，所以呢，这个棋必然是要不是死掉了，这个棋死掉了，应该走成这样，这个是死掉了吧？那么最后呢，这盘棋呢就是以十月中盘胜结尾了，那么最后十月呢就夺得了这个微服房开杯的冠军啊。好，今天这盘棋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